这个人啊，有一个优点，就够假，十分假，非常假。你这样做事，应该是有求于人吧？啊？微臣连这名字都是假的，枉问其他吗？大胆未知，愈发放肆。不过本王提醒你哦，久走夜路，难免撞见鬼，啊？说吧，什么事？既然殿下相问，那微臣就如实回答了啊。嗯。哎，话说好了，不许发脾气骂人啊。你这么说起来，本王是经常骂你，并且你很怕本王骂你，是吗？好了。你刚才那句话是真是假呀？假的。怎么我听了半天，就刚才那句话是真的呢？嗯。你怕了？你怕这皇家的争斗，如同恶鬼抢食，所以你想逃跑，对吗？本王也怕，本王怕不知哪一日，我就变成了那争夺的恶鬼。只是不知，到时候谁能超度本王？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尽快远离这阿杂之地。殿下鞭子恶鬼，更是主鬼。只不过是未满肉体凡胎，对于殿下，只可要恶，不可轻视。还望殿下成全。还真是睚眦必报啊！松口，松口，松口，松！你，我和你没完！只是你要远行，本王想留点念想。牙口不错。臣宁齐领旨谢恩。
退下！哎，为什么要退下呀？我还没看够呢，接着我。此言兄所愿即是本王所愿，继续。殿下能将此言视为知己，等负了一大辈。 知己呀，知己，你可知本王现在心中所想？雪芬，父王应是已经动心，差一个马前先锋，献上这五百之策。明国公家大业大，光是子侄就有17个之多，不过他最为宠幸的还是长子长忠义。臣愿意去为陛下献策，说服陛下。 上师得惠，大力分封常侍子侄，就在明海当地领封。分封，重点在分不在封。子彦兄好，效法主父偃，让这长远老儿既肉疼又不得不咸。好，我才不管他肉疼不肉疼呢。至于这个长忠义，败下了这两个字。 应该让他回到帝京，在父皇脚下尽忠敬义。拿什么借口调他回来？你我还需谨慎，免得引起长远的老祸惊醒。退下。父皇动了心思，要为韶宁遴选驸马。韶宁是常家人。 常忠义回来，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我是否要将这舞姬给大花送过去啊？不必了，两个。不，殿下刚才那是好主意啊！殿下越来越聪明了，我明日就去觐见陛下。 不必了，我怎么就想不出这主意来？多谢。哎呀，殿下真的是越来越聪明，以后都不需要紫燕在这儿。殿下越来越聪明了。